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是入死石金霞，我们一起读圣经。今天是2022年3月18日，今天我们一起读《生命记》。《生命记》第二章，摩西继续回忆哈。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许多日子啊，这个一绕行就是几十年过去了。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啊，就是神告诫他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不可以和这个雅各的弟兄啊，雅各的同双胞胎的哥哥以扫的子孙啊，不可以和他们征战。啊，所以呢，你们只是啊，就是借路，所以你路过他们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吃的喝的你都要花钱买啊，这一切呢，神都给你们有所预备啊。这40年，神和你们以色列人同在，你们一无所缺啊。神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啊，以扫的子孙也都知道啊，所以他们就谨遵啊这个神的这个诫命啊，没有和这个以扫的子孙啊发生这种征战啊。记住神把这个西尔啊赐给以扫的子孙为业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啊，就是他们经过了这个西尔，就是来到了摩押的这个平原哈、那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哈，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啊。亚纳人就是巨人哈、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那这里呢，有这个三个层次啊，大家注意看。第一个层次呢，是耶和华告诫啊，这个以色列人不可以扰害摩押人。啊，其实就是虽然摩押人呢，就是这个有抵挡他们哈、这个还记得吗？就摩押王是吧，去请这个这个假先知哈、来咒诅以色列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虽然呢，摩押的女子也和以色列人行淫，米甸的女子也和以色列人行淫，但是神呢是让这个以色列人去把米甸人除灭，并没有去除灭摩押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仍然还给了摩押人机会啊。那为什么没有让这个以色列人去除灭摩押人？为什么神还给了摩押人的机会呢？因为摩押人呢是罗德的子孙。就是摩押人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所生的这个儿子叫摩押的后裔啊，所以呢，耶和华是在这里呢，把之前是以米人也就是这个利伐因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是把他们给了这个摩押人就是给了这个罗德的子孙，这个地方就叫亚尔就像之前西尔那里曾经居住的是何利人一样，那么神呢让以扫的子孙将何利人除灭把西尔给了以扫的子孙，也就像现在神让以色列前往迦南地去这个得地为业一样。所以呢，我们看这是神在讲述这个的时候就给以色列人把这个，把以米人之地夺来给摩押人把何利人之地夺来给这个以扫的子孙，是吧？把迦南地夺来给以色列人，那这都是由谁来掌管的？不是摩押人，不是以扫的子孙，也不是雅各的子孙都是由谁呀？都是由神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讲述他们从当时离开加迪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这一共呢是38年。因为前面就是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2年了嘛，所以加上这38年，一共这是40年。那么这38年里面神就等待着这个第一代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凡是从20岁以上被数点过的那些兵丁，可以出去打仗的那些这个男子们，20岁以上的男子被数点过的，等他们是全都灭尽。也就是等他们这38年，他们都陆陆续续的都死完了最后就剩下了这个加勒和这个约书亚2个人然后呢就是亚伦也死了，然后接下来摩西也要死这是摩西的临终遗言嘛，我们都知道。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利伐因人之地，先前利伐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送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衲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那这又告诉他们就是你们呢过了摩押的这个境界之后呢，会走进亚门人之地。亚门人你们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那亚门人也是罗德的子孙，是吧？对，因为罗德不是2个女儿吗？他和大女儿生了摩押，和小女儿生了亚门所以呢，罗德的子孙呢就分成2支一个是亚摩，一个是亚门人，一个就是摩押人那么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土地亚门人的这个土地呢，也是从这个利伐因手里夺来的。
亚门人称他们为闪送民啊，那么啊，就像啊以扫的子孙啊从何利人夺过西尔一样啊，神呢就是再一次强调这个啊，从加菲多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卫人除灭，接着居住，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好，现在呢，终于有了一个啊，这个神说，我把他们交托在你们手中，你们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这个亚摩利人啊，西什本王西宏啊，我们现在民数记里边其实已经出现过了啊，这个在这个申命记的第一章里边呢，这个摩西也讲过哈、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啊，是他们是谁的后裔呢？他们是这个，应该是韩的后裔啊。那他们应该是韩的后裔。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呢，雅各啊，是吧？他们是闪的后裔啊，这个呢，这个是韩的后裔啊，上下说那个迦南人啊，就是迦南的后裔啊。那么，当然追这个这要追溯起来，他们也都是同一个这个祖先是吧？祖先都是挪亚哈、啊，但是这就离的就要远很多了哈、啊，就与这个像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对吧？像那个以扫是雅各的双胞胎的哥哥啊，这个关系哈、啊、就是还是。有差别的哈，另外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他们之间啊，你是同胞啊，还是这个叔侄啊，说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神哪些人在神那里的罪恶已经满盈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啊！那就是说，假设啊，就是摩押人啊，这个亚门人，他们的罪恶在神那里满盈了啊，那么神也会把他们除灭啊。就是假设呢，这个以扫的子孙、雅各的子孙是吧？他们的罪恶哈，在神那里要是满盈了，那神也要把他们除灭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和他们之间是这个是什么关系呀、啊？是吧？有没有血缘关系是吧？啊，这个其实真的关系不大啊。主要是呢，就是他们是不是在神看来应当被除灭的，应当被谁来除灭的啊？这是才是那个核心啊。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什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啊，就是虽然呢，神说我把这个亚摩利人呢，西什本王西宏他手下的这个地盘呢，我已经交给你们了，你们可以去跟他们征战。但是实际上呢，神啊，仍然还是又给了这个西什本王西宏一次机会啊，就是先让摩西去用和睦的话与他们进行外交，但是呢，西什本王西宏呢，他心中刚硬啊，西什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雅杂与我们交战。”
那么这个神使其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啊，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什么叫使他心中刚硬了哈，就是不是神让他变得刚硬啊，是他自己心刚硬，不敬畏神啊，不珍惜神给的机会。那你既然你刚硬，不敬畏神，不珍惜神给的机会，那么神所谓的使他心中刚硬，就是听凭他心中刚硬，那就是说自作孽就不可活，明白吗？啊，就是说你如果啊，这个神啊给了你机会，神呢给了你管教啊，一次一次的啊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你不肯珍惜这个机会，你非得要啊顽梗到底，顽抗到底，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你自己招致的，就是你自作自受的啊！这就叫做使他心中刚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啊，这就是《申命记》的第二章啊。那可能有的人看到这里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是吧？啊，我厌恶一切的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是吧？所以我看不了这个啊，这个太残忍了。圣经怎么这么残忍、血腥啊？以色列人的双手沾满了这个其他族的这个鲜血啊！如果你说你和这个士兵打仗啊，你把他们打死了，我可以理解，是吧？你为什么还要啊屠城，是吧？你为什么还要把女人和孩子也都毁灭，不留下一个活口？天哪，这旧约看不下去了，是吧？上帝心狠手辣哈，以色列人呢罪有应得啊啊！其实呢，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很容易这样理解啊，因为你看，我们都要爱好和平嘛，是吧？我们都有说这个战争呢，你是哈，俘虏不能杀，是吧？女人孩子不能杀，贫民区不能轰炸，是吧？啊，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们这个旧约这怎么解释啊？石老师，这怎么解释啊？是吧？哎，这就是以人的啊所谓的人本主义的这个道义呀，你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公义。怎样才能理解神的公义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啊，在以后的和以前的所有的事情上，其实神毁灭，神这个屠灭一个城，这不是第一次。大家想一想，之前还记得索多玛、俄摩拉吗？是吧？还记得大洪水吗？对吧？啊，还记得亚伯拉罕的那个五王之战吗？对吧？哎呀，再往后啊，你们在圣经再往后读啊，那个读列王记呀，是吧？失司记呀，是吧？那还多着呢啊，这样的这个战争，所以呢，你不能用什么呢？你不能用人的这种啊人本主义的啊这些东西去理解神的这个公义啊，要那样的话，那大洪水也是不应该的，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也是有用我们人的理论来讲，也是无辜百姓，对吧？啊，那每一场战争里，我们都会说死的人都是无辜的。这个疫情是吧？死的人也都是无辜的。说句大实话，你我死了都不无辜。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辜的，难道不是吗？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要用摩西的律法来衡量我们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应该死千回万回的？你怎么能就知道被杀掉的、被杀灭的这个亚摩利人，他们是无辜的呢？没有无辜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有人的除灭，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说，审判的角度来说，都是应当除灭的。所有人的存活，从神的慈爱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恩典啊！所以，我们每天我们仍然睁开眼睛，还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我们都应该感谢神，还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上，而不是觉得啊，看我是一个多么这个善良、正义、伟大、光荣、正确的人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真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可能在前面我也讲过几次什么俄罗斯啊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大家已经就觉得好像施老师在评价这个战争的时候，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是吧？怎么好像不够这个进步啊，是吧？是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我们没有办法说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邪恶的一方，是吧？很简单，大家想一想，像当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就是美国的内战，是吧？北方和南方交战，表面上说是为了奴隶制，其实不是啊，双方各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奴隶制是后来才发生的这么一个主题啊，因为双方都要抢占道德制高点嘛啊，那么双方在交战的时候，双方都能够从圣经里找到支撑自己的依据，然后呢，双方的牧师都为双方的士兵祷告啊，就像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嘲笑这个俄罗斯啊，说俄罗斯的这个主教啊，竟然去做法。这嘲笑他，然后呢，乌克兰这边呢也在祷告，是吧？然后就是一众生都是赞美啊，乌克兰的基督徒在祷告，神会保佑他们，不觉得很分裂吗？是啊，你不觉得很分裂吗？啊，俄罗斯的基督徒和乌克兰的基督徒，他们都向同一个上帝祷告，为什么那边就是邪教，这边就是正义的？谁给你的？这个判定的标准，你是神吗？你是上帝吗？同样，当年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南军和北军他们也都有牧师，他们也都是在行前向上帝祷告。那么当时啊，哥底斯堡战役的时候啊，就是啊，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话就是有一个将军啊。好像是将军嘛，就跟林肯说希望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啊。然后林肯是比较冷静、比较清醒的哈，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林肯就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只希望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也就是说，其实表现的是林肯其实也不确定。上帝真的是会支持我们吗？上帝会支持我们呢，还是上帝会支持这个南军呢？我不知道，我只能祈祷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啊。所以呢，现在我真的就是希望呢，我们大家不要轻易的就那么去站队啊，这个是正义的，那个是邪恶的，这个是无辜的啊，那个是活该的，是吧？那你凭什么那个？乌克兰死伤的就是无辜的，俄罗斯死伤的就是应该的呢，是吧？那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就是来判断这边的就是邪教那边的就是正教呢？不要轻易的代上帝发言，
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站在俄罗斯的一方，我现在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站在哪一方，因为我不知道神到底是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战争？可以说这场战争肯定是神发起的，如果不是神发起的，他不会发起这样的战争。那么神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到底是要神借谁的手除灭谁？为什么扫清道路？是吧？是到底筛出谁是那个败子，谁是那个麦子？也许当下10年20年我们都看不清楚，真的也许要当到我们的后代才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啊！真的，大家就想一想，你可以想想当初，你现在回想，想当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屠杀，那你现在读了圣经，你就应该知道了，为什么犹太人会被屠杀？实际上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罪了。我这么说不是说犹太人应该被纳粹屠杀啊，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确是人类的血腥史啊，是很残忍的，是吧？很恐怖的事情。但是你放到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长河里边去看，神是不是早就说过，神曾经把何利人从西尔山让以扫的子孙赶出去，西尔山归以扫的子孙为业。神曾经把这个那叫什么？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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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来着？我突然给忘了，就是雅尔这一带就是摩押，还有亚门他们所赶走的他们所赶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来看一下利伐因人对神曾经把利伐因人让亚门人把他们除灭，然后把他们的土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神曾经把这个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上，是吧？让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城把他们的地，把他们的财物夺来为自己的产业。神曾经把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都除灭，然后得他们的产地。得他们的产业，得他们的土地为业。神不是也说了吗？如果以色列人也像迦南人、亚摩利人一样行恶，那么神也会像对待亚摩利人、迦南人一样来对待以色列人。神会兴起别的人来把他们除灭。那神兴起来的可能是，在人看来正义之师，也可能是在人看来邪恶之师。神可能会兴起一支光荣的军队，神也可能会兴起一支不那么光荣的军队。完了之后，清洗一遍，然后呢，再清洗一遍。我们去读圣经，读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很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你看为什么神一再地对以色列人讲以扫为业的西尔山之前住的是什么人这个罗德的子孙摩押人亚门人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之前是什么人这个。你们以色列人现在要赶走亚摩利人，要赶走迦南人，那么你们要听从神的这个诫命，那么神就会赐福于你们。你们要是不听从的话，你们就会和他们一样。神都是把这些都早就说得清清楚楚的。可惜的是，人常常呢就是充耳不闻所以说呢，你看这个
这个以扫的子孙呐、啊，是吧？罗德的子孙亚摩人、亚门人啊，是吧？还有这个韩的子孙亚摩利人呐、啊，是吧？这个还有迦南的子孙迦南人呐、啊，他们都出现过什么情况？他们之前的他们的这个祖先都是敬畏神的耶和华的，是吧？耶和华都给他们啊，给他们的祖先呢有一种许诺，但是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慢慢的背离了神，他们供奉别神啊，他们行很多很多在神眼里为恶的事情，那么神就会把他们的产业像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给他们一样，再从他们这里夺过来给别人。就像神对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属乎神。哎，我们不要觉得啊，好像神只为什么只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土地呀？你看，神在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之前，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迦南人了吗？不是，哈哈啊，神在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之前，你看神是不是已经把希尔山赐给以扫的子孙了吗？是吧？不是把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了吗？是吧？哎，不是也给亚门人啊也赐给产业了吗？啊，不是给亚摩利人也赐了产业了吗？但是这些产业，如果他们不能好好的保守，神就会把它拿走，神就会兴起别的人来拿走这些，因为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属乎神啊。神说过，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大家还有印象吧？是吧？啊，那么所以说，你如果觉得啊，这个是我应当之分的。啊，你这个给我这些啊，这是我配得的。你不配，我不配，我们都不配。我们得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之后，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保守它啊！我们必须要把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所有的产业，我们要做一个神的合格的、合用的、好的器皿。我们才能够保守住这些产业，我们才能对得起神对我们的恩待，神对我们的恩典。那有的人可能说了，那好，这个神太可怕了，是吧？我可不信啊！石老师，你这么一讲，我更坚定了，我绝对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哈、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得了是好，如果得了之后，我不能这个守好，我还要受惩罚。不是你想成为基督徒，你就能成为基督徒，成不成为基督徒是由神来拣选的，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你不成为基督徒，你就不归神管了，明白吗？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你看，你看。什么亚摩利人呐、啊，什么摩押人呐、啊，什么亚门人啊，是吧？这个迦南人呢、啊，他们已经不认神了，啊，他们早已经供奉别神了，是吧？啊，他们什么敬拜大地之神呢、啊？还有埃及人呢、啊？埃及人的多少神呢、啊？是吧？他们早都忘了，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早就不相信。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无产阶级小将一样，是吧？啊，都。我是无神论，我永远没有办法相信啊，什么创造论、神创论是吧？我知道科学才是唯一的。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进化论，你知不知道？那进化论是洗脑的教育啊，是吧？你知不知道这关于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啊？别说啊，神创论、进化论，还有爆炸论呢，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呢。为什么你就只接受了一个进化论？你没有想想这个原因吗？是吧？啊，好，别的不说了啊。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啊，你是无神论者，你不相信神，所以神就管不着你了。一切都是神的，神啊要管你是吧？啊，神要审判你啊，在神那里是有一个时间表的。啊，但是呢，你也会发生作用的。如果你早一点认罪，早一点悔改，是吧？神就会使你的心消化软弱。如果你一直刚硬，一直刚硬，那神就会任凭你心刚硬，你就会自食其果。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神，神是不会改变的。那有的人说，我才不相信呢，我就曾经那是说过哈，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有神的话，我说过很多这个亵渎神的话，为什么他不劈死我？为什么他不弄死我？是吧？我甚至说过，这个，你要是有神，你现在就让我死，是吧？你现在或者说你现在就让我得绝症，你现在就让我残废，那你出现了这种，或者你现在就让我考中状元，是吧？你现在就让我成为亿万富翁，如果实现了，我就承认你。有的人还觉得挺得意啊，你看没有吧？我这么说都不能激怒他，是吧？我这么说都不能呢，让他那个兑现，是吧？他怎么不证明给我看呢？天哪，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老几？你让神证明给你看？你以为你赌咒发誓啊？你这个贿赂许诺，神就出来证明给你看？你是把神当成神了？你还是以为你是一个交鬼的巫师啊，这个巫医呀、术士啊，是吧？所以就是拎不清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说神劈了我吧，我就承认你神一个雷把你劈了，那就不是神，明白吗？就是用郭德纲那句话是吧？你要说出这样的话来，神用正眼看你一眼，神都输了，你知不知道 ？OK，好。这个说这么多啊，我还是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能够谦卑敬畏，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你都保持那么一点对未知的对不可知的，对你所不了解的，保持一点谦卑，保持一点敬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好，今天呢我就分享到这里啊，真的啊，保持谦卑敬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主内的弟兄姊妹啊，还有那慕道友啊，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每日亲近神，聆听神的话语，把神真正的当成神。不要当成妖魔鬼怪啊，真正的当成神，也不要把神当成人。很多地方以我们人的有限的这个思维的维度啊，人的有限的知识和情感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参透神的。我们如果要能参透神，是吧？那我们还是人吗？对不对？我们是人，人是有限的，要认识到人的限度和神的无限，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信靠神我们才能够永远的保持一种谦卑敬畏，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保持一种高贵的谦卑。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是 Rose 史金霞，今天是2022年3月18日，哈利路亚。